大家好，我是鸽子。俺表哥打算十月份结婚的，俺就打电话说的，让搁村里边订几桌，到时候家里边的人也搁一块聚聚，热闹热闹。去喂狗了，奶奶。哎呀，你还点都点不到啊？都点不到水，它自带点水。你点着水，让那哥点着水。啊？嘿嘿。俺妈溜的鸡蛋，天上瞧给我溜个鸡蛋吃吃。妈呀！啊，咱这村里头现在桌都是啥价位的？啥价位？真我也不知道嘞。一会儿问问看看一桌，最好的一桌是多少个凉菜，多少个热菜？俺村里边的就是实惠。原本的就是说的搁到大酒店里头嘞。那这又改主意了。人家还得坐公交车，不方便。一家子催我人代表一下，你就想着搁家，热闹一下。各家的都去，亲朋好友了，大人小孩了，都搁一块聚聚。那十月份刚好赶上放假。哎，真是王爷的第一件大事，要办的从容一点，热闹一点。那十月一放假了，那可热闹，大人小孩呗，那得办好些桌。咦，那就都预计的小孩都六七桌了。呀嗨。住呢，在农村属于上等啊。也就是啊，最好的。在那咱桌多少钱一桌呀？400块钱一桌。400块钱一桌、哎。那多少个凉菜，多少个热菜呀？12个凉菜。12个凉菜。哎，是还有10个这热的，还有浇汤。哦。鸡翅吃不完的也。鸡子、啥鱼、啥都有。这都是整的，肘子、鸡子、鱼，这都，条肉、米，这都，还有浇热菜。十月二号，我得给你写上的记录。到那时候不能再接活了，哎。那俺过去了，哥。好，俺过去了，嫂。看看那叫高兴不高兴？你走走笑的啥玩意儿？高兴不高兴嘛？肯定高兴啊！高兴的嘴都不住了。那400块钱一桌，搁咱农村最好的。400的，24个菜，热的凉的。有鸡子，有鱼，有肘子。听见了猫？妈，懂。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能看着该家也说那，反正比平时的，得好一点，丰盛一点。中，给他说了，丢不了你的人。就是咱该家。我说丢我的，最起码叫吃饱喝饱。哎。他丢人不丢人？不能叫他娘家来这会儿。回家了。哎，我就是啊，他娘家来这，他娘家来吃咱河南的农村风味酒席。一会儿俺到家，一会儿一会儿再开。哦，中，有机会了哇，可能人家姐俩坐飞机要去。哈哈就是啊。到时候去接俺都妥了啊。走。走。咦呀，这是恁大姐应尽的义务。王家的大事儿，我作为老大的得多操点心呢。在家操心呢，俺啥时候来少不了叫你操心。走，心里操到，别管了。你先光等着啊，赶回来迎爷了。好，再见啊！完成，我这一条任务完成了，第二条任务了再说。走。干。好，自己主要保护自己，搁那儿。中，好。那爷仨往那鼓队同样的造型这儿暖了。等着你这个大美女回来。你瞧你你镜托都不带了。这个不带的。那啥都带，电视，你球带多少回头？一天4个小时，必须得带够。这回我再去那儿。这怎么拍啊？你说夜海疼醒了好几回，一会儿好鸽子翻不过来了。翻不过来，手劲疼。越疼越